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三点是坐标平面上的三点，那这三点所谓三角形的重心坐标是多少？我在带公式嘛，就三分多少呢 ？S 1加 S 2加 S 3加起来十减一是九，三分之 S 1加 S 2加 S 3 12，所以这是34。